删除好东西了，删除坏东西了，我要删除坏东西。好啊，放进我的删除机里面吧。给你。好的，删除。太好了，以后都不用再写作业了。大家看到我的作业了吗？我的作业不见了。没有，我刚刚删除的是我自己的作业。对呀，这里还有刚刚删除的碎片，你看看。明知小马，这就是我的作业。完了完了，拿错作业了，我溜。大宝，你赔我作业。这个大宝真是淘气，这下可有他说的了。我要删除这个东西，这算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呀？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要删除希娜，希娜是好东西，不对，是坏东西，不对不对，希娜是女巫，不能删除。那小贝你呢？你能帮我把希娜删除吗？不行不行，我只能删除坏东西，希娜是女巫，不能删除。艾莎，你听到了吧？你删除不了我。希娜，你怎么惹艾莎生气了？我也没干什么呀，就是往艾莎刚买的衣服上撒了点奶茶。你还说呢？那是我好不容易才抢到的限量款，可恶的希娜，我真想把你删除掉。艾莎，这个事情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吧，我们是帮不了了。艾莎，对不起，你原谅希娜吧。希娜是做的不对，这是我用魔法给你做的和那个一模一样的衣服，算是赔给你的。好吧，看在这件衣服上，我就原谅希娜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对了，这件就是被希娜弄坏的那件衣服，给你们删除吧。这件应该算坏掉了，来，我的坏东西删除机，给你删除。怎么还没有人来找我删除东西呀？你想想啊，小雪，谁会删除好东西呢？所以你这个机器没用的。我要删除好东西。真的吗？什么好东西？不是吧，好东西也有人要删除。老师，你要删除什么？你们看，粉笔。是呀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要是没了粉笔，我还怎么给你们上课啊？那怎么还要删除？长时间使用粉笔会让我的手磨成茧，况且每天还有吹不完的粉笔灰，所以我要把粉笔删除。那删除了粉笔，老师你用什么啊？我用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水写笔，有了它我就再也不用受粉笔墨的困扰了。那好，老师你把粉笔给我，我给你删除。给你，成功删除。小雪，你说我们俩的谁最有用，谁最受小朋友们喜欢？不知道，问一下小朋友们吧。小朋友们，要是你们会选择拥有哪个删除机呢？选择好东西删除机的发送11，选择坏东西删除机的发送22吧。